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练习例题，请写出下列物质的化学式，这个叫做中翻英。氯化钾，氯负一价，钾正一价，正一价。我们说要正负价相同，所以就一个比一个，一个正一，一个负一就一样嘛。所以要一个氯一个钾，一个氯一个钾。那所以呢，就写成氯化钾。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所以写的是 KCl， 水氯化钾 KCl。溴化钡，溴是负一价，钡是正二价，两个要一样，所以要两二比一，要两个负一就是负二，跟一个正二一样，所以是二比一，要两个溴一个钡，两个溴一个钡，所以就写成。BaBr2， 溴是 Br， 要两个，所以 Br2， 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所以是 BaBr2。碳酸钠，碳酸根是二负，钠是一个正，所以它比例应该是一比二，一个二负，两个正一就正二，负二会等于正二，正负价相同。所以就表示一个碳酸根要配两个钠，要配两个钠，所以写成 Na2CO3 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，根写后面，氨根例外，氨根金字边算金属写前面 ，OK， 就是写法。有人问题吧？没，换各位，氯化乙、氯化镁、氯化钠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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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第一个，氯化银，十二号，氯化银，多少？大声一点啊 ！HCl2 哦 ，HCl2，HCl2， 请坐。答案。银是正一，氯是负一，所以两个要一比一，一个正一配一个负一，所以一个银配一个氯，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所以是氯化银 HCl。请问您氢氧化镁，氢氧化镁是多少？来，帅哥，三十号，三十号谁啊？多少 ？MgOH2。氢氧根负一，镁正二，所以要二比一，两个负一，两对比刚刚讲过，氢氧根是负一，不是正一，负一。然后呢，两个负一就负二，配一个正二，所以要两个氢氧根配一个镁。所以 MgOH2 几乎我说过了，是整个氢氧根两个，所以氢氧根要怎么样？刮弧刮起来，表示我这整个要两个氢氧根，要两个，所以 MgOH2。好，氯化氧化钠，氧化钠15号，没有15号，那也不会有19号。7号，多少 ？NaH， 你这错得太离谱了吧 ？Na2O， 那是正一，氧是负二，所以要是一比二，要两个正一配一个负二。所以一个氧配两个钠，所以 Na2O 金属写前面，非金属写后面，氧化物氧写后面，所以 Na2O。硫酸铜，来，硫酸铜，32号，谁？
硫酸铜 ，Ca， Cu， CuSO4， 请坐 ，CuSO4。硫酸跟负二同正二，就一个配一个，一个配一个，一比一，一个正二，一个负二，所以一个硫酸杯配一个铜离子，所以 CuSO4 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 ，CuSO4。请问你硝酸钡，硝酸钡九号，九号。一共啥 ？BA，BANO32， 这样吗？敏座，硝酸跟负一被正二，要两个负一，所以要二比一，所以要两个硝酸跟配一个钡，所以呢，答案要写的是 BANO32。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，硝酸根要两个，所以硝酸根要刮弧刮起来，说这怎么整个要两个刮弧呢？旁边写二，旁边写二 ，BNO32， 铬酸钾，铬酸钾，铬酸钾，28号，28号，28。铬酸钾 K2CrO4， 请坐。铬酸跟 CrO 是二负，那是一个正一，所以要两个正一配一个二负，所以呢是一比二，也是一个铬酸根要配上两个钾，所以呢 K2CrO4， 然后呢金属写前面，根写后面。OK， 氧化铝，氧化铝，氧化铝，13号，13，氧化铝 ，AlO3， 哦，这边。这上面写错，应该是氧化铝，不是氧化铁，不过没关系。然后呢，氧是负二，铝是正三，要求最小公倍数，叫做六。所以呢，要三比二，三个负二变成负六，两个正三变成正六。所以答案就是三个氧要配两个铝，所以是 Al2O3， 然后 Al2O3， 所以就这样，这就是化学式的写法。这也是一些常见的分子式，看一看就好了。原则上是你看多了你就会背。我会把水跟氨标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它中文猜不出来。你看到氯化氨就知道是氯跟钠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硫酸氨跟钠就知道是碳酸氯跟钠嘛。可是水跟氨看不出来，你要背的。不过我讲过这个，大家看久就会了啦，不要特别背，要知道。那原则上是看多就会知道，就会背下来了。这边这几个都是下学期要出现的有机化合物，原则上下学期你就会背了。啊，原则上你下学期就会背了，也不得不背。啊，要知道，只给你介绍一下一些常见的分子式，看看就 OK 了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很好，结束。